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是我首次站上奥运会的舞台。刚满16岁的我还不太清楚奥运会意味着什么，只是告诉自己专注好每一发，做好输出动作。一枪一枪逼出来的男子10米气枪银牌，让我对未来经常信心，激励我继续刻苦训练，勇攀高峰。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是我再次站上运动会舞台。19岁的我非常清楚地认识到，为国争光是我们国家队运动员肩负的重要使命。1984年，徐海峰为中国设立奥运首金以来，40年间，中国设计人始终秉持着为国争光、精益求精、争创一流、艰苦奋斗的精神，成为了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开路先锋。我是张会长，前辈们当年面对的压力可能更大，但是他们已经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，压力越大越不能放弃，山峰越高越要勇于登顶。射击是一项挑战极限的运动，不仅仅需要技术上的精益求精，更加需要精神上的坚守。每一次台上面对稿子都是一次跟自己的对话，成千上万次的对话才成就了大赛中的光荣不败。